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古籍精读系列节目，我是应海荣。说起宋代最有才气的人物啊，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苏轼、苏东坡。苏东坡作为一代文豪，他在文学艺术领域都有着不凡的成就，深受后人的喜爱。清代大学者翁方刚就十分喜爱苏轼，曾将自己的斋名改为宝苏斋，号改为苏斋。而翁方刚宝苏斋中所保藏的就是那部著名的《宋淮东苍思刻本注东坡先生诗》。注东坡先生诗俗称诗故注苏诗，是南宋诗元之、诗素父子及顾喜合著的一本苏轼诗集。苏轼的诗歌呀，一向被世人喜爱，因此呢，在宋代就有很多人对他的诗歌进行诠释和注解。但是这些注本注解呢，多有疏漏之处，而且都是单纯的分类集注，并没有对诗歌的创作时代、编年，实际对作者创作的背景、时代都没有深入的考究。那鉴于这种情况，诗元之在顾喜的帮助下又重新对苏轼的诗歌进行注释并加以编年。之后他的儿子诗素又继承了家学，通过所搜集的有关苏轼的历史材料进行了不少补充，终于在嘉定六年刻成了这部注东坡先生诗。那这部书刻成不久后呢，诗素便去世了。这时候诗素又被政敌弹劾，导致了注东坡先生诗印本不多，流传也不广。直到50年后的景定三年，一个叫郑宇的人得